大渡河畔，洁白的冰川，红色的峡谷，这个丝状物的非常明显。这里因何成为生物乐园？贡嘎奇山，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千里大渡河在横断山脉间一路穿行，蜿蜒南下，到了中游已变得十分壮阔，这得益于中上游大量冰川和雪山融水的补给。其中蜀山之王贡嘎山就是它重要的水源补给站。贡嘎山，四川第一高峰。大渡河从贡嘎山脚下流过，从河谷到贡嘎山主峰距离不足30千米，但由于河流深切，相对高差却有6000多米，造就了这里生物气候分布的多样性和垂直变化，形成了层次鲜明、世间罕有的生态景观，成为许多动植物的家园。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考察大渡河畔亚洲海拔最低的海螺沟冰川，探寻贡嘎山河谷地带奇幻石滩的形成之谜，跟随村民零距离接触和记录珍贵的生态奇景，在大渡河环绕的桃源仙境中揭示高山和溪流之间的生态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贡嘎山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大雪山中段。大渡河呢，在其东侧脚下流过，这里呢峡谷蜿蜒，地势起伏巨大。从大渡河谷向西望去，覆盖着巨大白色冰川的贡嘎山，就像是一堵万丈高墙。这山中的冰川啊，化作潺潺的流水，奔向大渡河的怀抱，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与世界上很多冰川最低海拔都在5-6千米不同的是，这个贡嘎山的这些冰川的最低海拔高度仅有2850米，而且呢，它还是处于北回归线附近的亚热带气候带中。在全球范围内啊，如此靠近赤道的纬度，如此低的海拔高度，极少有冰川的存在。那为什么贡嘎山却能够孕育出壮丽的冰川奇观，为大渡河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呢？考察组决定跟随专家一起前往，探明真相。贡嘎山，其主峰海拔7556米。鹤立于群山之中，被周围数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拱卫其间，因此被赋予蜀山之王的美誉。考察组从大渡河河谷向着贡嘎山冰川进发，进入山区后，眼前郁郁葱葱，耳边鸟鸣啾啾，一片繁茂景象。冰川融水，源源不断地流淌，山上的木兰和杜鹃花竞相开放。在云雾中，这条贡嘎山脚下名叫海螺沟的沟谷，美得像一幅动人的风景画，而著名的海螺沟冰川就在沟谷的尽头。队员们小心翼翼走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个呈拱形的巨大冰洞呈现在考察组面前。专家说，这里是海螺沟冰川的最末端，
它的融化速度很快，现在这个裂隙越来越大，里面形成一个凹坑，类似于城门洞的一样一种情形。然后如果继续发育下去的话，最后有可能就变成另外一条冰下的河流。哦，是这样，你看里面都裂开了。然后其实咱们这一大块冰下面的话，其实就是冰下河流。冰下河流。对。面对眼前奔涌而出的冰川融水，考察组感到困惑，水流源源不断汇入大渡河，为什么冰川千百年来却没有消亡？这里的冰川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专家告诉我们，海螺沟冰川是一条危险程度很高的冰川，雪崩冰崩十分频繁。但是呢，感觉这个地方，而且这边呢，哎呦，你看后面，你看后面，看后面。对，嗯，但是比较坚硬的，但是并不寒冷。现在我手捏着的话，它更加迅速的融化。海螺沟是软冰川。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海螺沟山谷，年平均温度达到15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冰川又怎么能一年四季都稳定存在呢？专家解释，这来自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咱们海螺沟的冰川，它的供给非常丰富。比如说这个冰川冰太多了，它在往下搬运的过程中还来不及完全融化掉，就已经到了很低的地方，到了森林下面，然后在这个地方才取得平衡点，然后才逐渐的融化成了水。专家告诉我们，海螺沟冰川的真正源头在白云缭绕的贡嘎主峰上。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后，源源不断到来的气流被它阻碍，在贡嘎山顶形成了大量的降水。据统计，这里的年降水量达到了3000毫米以上，远远超过了青藏高原上其他拥有冰川的山峰，使得这里能够源源不断形成大量的冰川冰。冰川末端海拔低，温度高，冰体融化速度很快，这些水可以不断补充大渡河的水源。由于冰川源头的冰量太过巨大，储备的冰量远远超过了消融的冰量，因此千百年来，自然之手在这里达到了奇妙的平衡，也成就了海螺沟这样的冰川奇观。滚滚冰川融水穿过条条峡谷，最终汇入了贡嘎山脚下的大渡河中。一路不断接收冰川融水的大渡河，就这样成为了长江流域水量较大的一条河流。奇特的是，这些冰川融水流经的贡嘎山峡谷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奇观。考察组发现，河流边的石滩上成片的石块竟然都是红色的，漫山遍野烟红如血，就像燃烧的火焰把整个山坡装点得灿若云霞，在远处冰川的映衬下美不胜收。更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据当地人说，这些红色石头只能在贡嘎山脚下的峡谷中存在，一旦有人把它们带出沟外，石头上艳丽的红色就会消失殆尽，变成一块普通的石头。自然界中石头变成红色其实并不少见，有些地区岩石的表面会产生类似漆皮的现象，看上去就是红色的。专家解释说，表面有类似漆皮的岩石都出现在冰川退缩之后留下来的石堆当中，其中呢不少含铁成分的石头从
冰天雪地中重见天日之后啊，便和这个空气当中的氧分子产生了氧化作用，于是在表层形成一层褐红色的氧化铁层。远远望去，这些褐红色的石头确实就像是一片红色的石滩。但是贡嘎山沟谷中的红色石头显然不是这样，只要凑近看就会发现，这些红石表面似乎是有一层毛茸茸的物质，显得非常松软，而表面形成氧化铁层的石头往往是十分坚硬，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考察组仔细观察发现，石头上发红的部分摸上去毛茸茸的，手感很像是苔藓或者地衣。但是自然界中地衣、苔藓和藻类通常呈现出绿、灰、白甚至黑色，红色的极为少见。50倍的显微镜下看的话，这个丝状物都非常明显，每一条丝状物都是由几十个细胞组成的。借助显微镜观察之后，专家最终确认，这种红色物质就是一种特殊的藻类。看到它都是红色的。从现在的结构来看，我们针对资料上的图的话，它就是桥粒橘色藻。桥粒橘色藻是一种微小的藻类。它的细胞内富含大量的类胡萝卜素，而类胡萝卜素在自然条件下表现为鲜艳的血红色，因此被这种特殊的藻类覆盖的石头就会呈现出眼前嫣红如血的色泽。这种藻类对环境要求极高，温度、湿度等条件稍有偏差都无法生存。那么这种罕见的红色藻类为什么会在贡嘎山的沟谷中出现？这里的环境对于桥粒橘色藻有何吸引力呢？跟随专家，我们试图从更大范围探寻桥粒橘色藻的生存条件。一进入森林中，我们很快有了欣喜的发现。这两种植物同一个特点，就是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特别敏感。二氧化硫是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个地方出现这么多的松萝和地衣的话，说明空气质量是非常好。松萝是一种地衣类植物，对于空气的洁净度非常敏感，只要周围的环境受到污染，松萝就会大量死亡，因此它也被称为空气清洁度的指示器。在这里能够发现如此众多的松萝，足以证明贡嘎山沟谷的空气质量极高。而红石上生长的藻类也对空气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一旦把红石带出沟谷后，随着空气洁净度的降低，那些具有鲜艳色彩的橘色藻就会大量死亡，这就是红石离开贡嘎山会褪去颜色的重要原因。专家认为，贡嘎山峡谷中能孕育出举世罕见的红石滩，光有洁净的空气是远远不够的，冰川雨林也是重要的因素。专家告诉我们，全世界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赤道地区，那些雨林终年高温高湿，年平均温度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而贡嘎山地区很特殊，它能在年平均温度只有15摄氏度的山谷里生长出遮天蔽日的冰川雨林。在树林间穿行，队员很快就感觉到这里的空气极为潮湿，周围的树干上苔藓丛生，连树叶上都布满水珠。专家解释，贡嘎山地区一年365天出现降水的时间长达200天以上，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降水量还将继续增加，
到了冰川源头的山顶，年降水竟然能达到惊人的3000毫米。丰沛的降水为各种植物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得冰川的末端能够孕育出独特的冰川雨林。洁净的空气、潮湿的环境、源源不断的冰川融水以及植被的覆盖，这些都是橘色藻类在贡嘎山脚下生存的必备要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哎呦，烫手啊！烫手啊！温度应该很高了。很高哈，温度。咱们就别用手试了，我们用温度计吧。好的，好的。好嘞，来试一下，有多少度？现在多少度？迅速达到了90度。已经90度了。对，90度了。考察组在峡谷中意外发现了一眼高温温泉。专家说，贡嘎山地区地质构造十分复杂，在千万年的时光中，这里被多条地质断裂带控制，大量温泉水从地下渗出，在地表流动，就像是天然铺设的地暖装置。这就是贡嘎山植物如此生机勃勃的秘密之一。专家说，乔丽橘色藻的存在对这里的生态系统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由于这种藻类对花岗岩产生的生物化学作用，使坚硬的石头表面可以慢慢风化，变成更加适合苔藓和地衣等植物生存的土壤。可以说，乔丽橘色藻的出现为这一区域后续生长植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了贡嘎山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先锋植物，也为贡嘎山生物多样性及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大渡河在贡嘎山脚下深切，形成了河谷和贡嘎山峰高达6000多米的海拔落差。在北纬30度的亚热带地区，如此巨大的海拔落差让这里形成了横断山区最为完整的植被垂直带，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动植物，素有动植物宝库之称。但是由于这里地质构造复杂，生态系统呢存在一定的脆弱性，考察过程当中啊，随处可见各种野生动物，它们并不怕人，甚至呢还会主动靠近人类的居所。那么当地人到底是如何保护这片桃源圣地与各种动物共生共处的呢？在贡嘎山考察期间，考察组遇到了一位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生态管护员贡布，他也是贡嘎山脚下的一位村民。考察队员见到他的时候，他似乎有些心事，一直在村子附近搜寻着什么。在询问下，贡布告诉我们，他的一位老朋友不见了。没有吧？现在还慢慢看。贡布所在的贡嘎山村位于贡嘎山的西坡，这里有着传统的藏式民居。常年在山林中巡逻的贡布对野生动物的叫声十分熟悉，他会通过声音来判断动物的种类和所在的位置，甚至还能感受到它们的情绪。有人会这么叫岩羊？有两种，对，有时候呢它是遇到什么情况才会这么叫？它是报具哦，发出警报是这个叫吧？对 对, 对，还有那个马干龙嘛，这是他报警的声音。哦，对对对，是马鸡。马鸡的，嘎达儿，嘎达儿，嘎达儿。贡布还会根据动物留下的足迹、粪便等推测它们的活动状态，在他的带领下。考察组看到了很多隐藏在山林之中的生灵。
一般来说，野生动物都会远离人类居所。那么，这里的野生动物为什么会一反常态，频频在贡嘎山村附近现身呢？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只啊！绵羊他们经常来吗？对对，经常来。经常来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应该胳膊比。前面又发现了两只白马鸡，一对对的。哦，他俩在这照相机了。在这段视频中，村中的一头牦牛正在与一只动物对峙。这只动物的体型大小与牦牛差不多。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它便转身离去。随后，考察组与贡部一路追踪，来到了村子边缘的一片树林。那只动物正在啃食着林中的植物。它的鬃毛是白的哈，对，耳朵很大，一对角，这对角呢是冲上。贡部说，这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离这么近，它已经发现咱们了，但是它还不跑，还在那吃。不怕，不怕的。不怕咱们哈？这个猎羚也会经常到咱们家附近吗？对。中华猎羚个头不小，但性情温顺，不会主动攻击人。因为常年与野生动物接触，所以贡部对它们的特征十分熟悉。吹得上啊？它是根据不同的。据他观察。常来到村子的中华猎羚有三只，刚才见到的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眼睛怎么判断年龄大小？这个眼睛刚才看得到颜色。对，这个毛毛那些没掉了。哦，毛掉了就对，老的那些毛那些掉了。专家解释说，每年四五月份，贡嘎山周围山上的气温还比较低，草食动物可以获取的食源相对较少，而平均海拔约3300米的贡嘎山村地势较低，相对温暖湿润，在这一时间段，这里的植物已经生长得较为茂盛了，所以周围的野生动物便会集中到这里来觅食。这几年，三只猎羚在春季都会来到贡嘎村附近觅食，但是今年那只老猎羚却一直没有出现，这让作为巡护员的贡部有些担心，他希望能找到那只老猎羚的踪迹。为了寻找老猎羚，考察组跟随贡部沿着沟谷向东南行进，来到了一处溪流边。哎呦，干嘛的哦？贡部说，这一段溪流就是野生动物常常出没的区域。咸吗？咸。咸啊？盐巴的味道。哦。他们喜欢吃那个盐巴。这一带的溪水因为有一股咸涩的味道，所以当地人将之称为盐水，动物们也经常来此饮水。那么这里的水为什么会带有咸味呢？哦，这是您这是挖出来的是，哦，棕色的。对，这个。就这里边就含有盐哈。对。你看，都是。稻子的呢？咸哈。咸。原来。每年雨季到来时，雨水会顺着崖壁汇入到溪流和旁边的水坑中。贡部通过多年观察发现，崖壁中的这种岩石是带有咸味的，周围水体中的盐巴味道便来源于此。所以雨季到来前，贡部都会将崖壁下低洼处的落叶杂草清理出来，使雨水能更多地汇聚到水坑中，方便动物饮用。在河流附近，贡部果然发现了猎羚的踪迹。
看到了哈。看到了。哦，哎呦，这个，哎呦。他一眼就辨认出，这是三只猎灵中最老的那只。我要拍一张，保护区里面汇报。要汇报啊？汇报，对的。专家王杰常年致力于贡嘎山西坡的监测工作，队员与他取得联系后，他来到了事发地。哦，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啊？断了哈。断了。同一侧的两条腿。没得。哦。都断了。还有乌鸦。都断了哈。嗯。这个上面能设置多少个数呢？专家分析认为，这一区域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雨夜中这只猎灵来到这里觅食，因为过于贴近崖边，再加上年老体弱，腿部打滑，最终跌落悬崖。死亡两天的猎灵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可专家却建议不要对尸体进行任何人为处理，就让它留在这里啊，就是说让它融入这个自然界。专家告诉队员，无论是从事野外科考的专家，还是像贡布这样的当地村民，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怎么做，究其原因还需要从更宏观的生态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来进行这种生物多样性调查，因为这个尸体嘛，它也是这个自然界这个能流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看看对哪些动物有用吧。专家说，老猎灵的离去会给别的动物腾出生存的空间，而且它的生命虽然终结，但构成其躯体的物质成分、蕴含其中的能量并未消失，它们会以循环流动的方式传递给其他生物，生于自然，亡于自然，最后再反哺自然，这便是一物落万物生的道理。贡嘎山中数不胜数的动植物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在循环往复中共同维系着生态的平衡。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当地人对于自然万物的尊重，让大渡河畔山谷中的一个小村成为了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千百年来，这种现象一直在这里延续着，如今它也成为了贡嘎山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滚滚大渡河，巍峨贡嘎山，自然造化在川西塑造了一片雄奇瑰丽的自然奇观，让这里成为无数动植物和人类共享的家园，而当地人对它的尊崇和爱护将使这片家园生机盎然。大渡河在贡嘎山接收了更多水源后滚滚南下，很快呢，它就将在石棉县转向东流，在与横断山脉并行南流了几百千米之后呢，它突然画出了一个巨大的 L 型拐弯，投入了岷江的怀抱。这种变化又会给那里的山川和百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